重新设计一个管头弄个转子，你说那管子编路上那个枪就朝上了，那弄个转子，那管子随便转，枪抓住不动它。那转那带轴承，带轴承的话，它有灰里面它没卡住。不管是啥问题，这东西它转你没把头弄弄朝天，管子一米几。哎呀呀呀！都不吃没事，不吃他弄那碗，我操！压往更没多，嗯，压往更没多，压往。